其實我同佢一齊拍咗套劇，梗係希望可以快啲出街，因為其實我相信睇下可唔可以有機會年尾，即係我哋兩公婆一齊拍同一套劇，好耐都冇試過，唔係最緊要唔係飾演兩公婆，飾演兩叔叔，係啊，家族榮耀啊嘛，係啊，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咁想，因為其實可能觀眾咧都未必中意睇兩公婆與兩公婆，反而中意演敵對啊，或者一啲情敵嘅關係，可能會大家會開心啲。如果你話其實同一個現場嘅時候，大家都好少干涉對方嘅做戲，因為我覺得應該要尊重翻對方嗰個選擇，同埋喺入邊佢又會有另一任另外嘅老公啦，我亦都有另外嘅老婆啦，變咗其實我哋又應該要尊重翻其他對手咯咁樣。